刚入职网红公司就被抄袭，哎，姐，大事不妙了！咋了吗？刚开会，号脑数据太差，要被停号了。那除了开了半个月，粉了几百个，他都没说啥，就因为他是 CV 闺蜜吗？你这女孩真逗。好了，先生，走吧。来吧，让上吧。我上帅呀！姐，减减肥吧，都超重了。哎，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哎，哎，你知道我姐为啥上班吗？坐一下不行吗？姐，看看你身上有少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没事，文件还在。那就好，这会有空我先练个妆吧。徐生，晚上有关系吧？你剪啊？可以啊。剪一剪。好呀。基本的呢？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个怎么跟楚楚写那个那么像？啊，就自己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我姐昨天熬夜加班写的。对啊、不对，就是一模一样的。浩哥还夸了她呢。哎，能看一下你本子吗？看本子干嘛？楚楚，浩哥不是夸你吗？我们想学习。哎呀，等发了就看到了，别烦我。哎，楚楚，你就给我看一眼吧。我看的。许晨、许岩，你俩在干什么呢？没片子拍，闲的是吧？在这认真改本子呢，浩哥，楚楚本子跟我姐很像，所以想看一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楚楚抄你的本子？你觉得你俩的东西就那点数据，有必要抄吗？就是啊，浩哥。再说他本子早就给我了，你们的呢？他在最后完成。行了，别贼喊捉贼，回去吧。浩哥，学的本子我看了，比楚楚要完善很多，只有两页，是要得看一下的，你看吗？够了，别狡辩了，发出来让粉丝看，谁是原创粉丝清楚。行啊。